这个是特别定制，从中国定制回来，20多公斤左右，20多公斤，好大，好重哎，20多公斤。因为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晓得来的那么重。名人频道的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 Zenny 张珍妮，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苏邦达曼摩 Music Box Karaoke 出席一场林碧珍的贺岁专辑记者会。走吧，我们去看看。冠军天后林碧珍在2014年、2015年分别推出了2张的贺岁专辑。去年林碧珍加盟了新东家 Metro Music， 事隔5年再推出了3张的贺岁专辑《好事样样来》，今年发大财。这次呢，专辑里头呢就有一些不同的，就是小调啊，还是一些比较霸气来的、比较大气的歌曲。那都有10首歌里面都有10首不同的风格在里头，所以包括 MV 呢，我们有时装，从汉服、苗族服装方面，我们都下心思，都有很多看头。这个就是苗族服，苗族服是挺重的，不过真的有那个效果，因为这个是特别定制，从中国定制回来，20多公斤左右，20多公斤，好大，好重哎，20多公斤。因为没有办法，我也不晓得来的那么重，因为看照片的时候呢，效果并没有那么重，没想到来的时候啊那么重。我的主打歌《好事样样来》，一首全新的创作，主要是我自己第一次的作曲，那么还有就是来自罗瑞来我的经理填词。那么这首歌呢，最主要也是要带给大家一些正能量的这个讯息，好事样样来。这一次的 MV 呢，加入我2位学生，那我2位学生呢，就有一些导演要求他们做一些这比较搞怪有趣的动作，所以在里头呢，我是借着他们的开心来乐一乐自己啦。因为里面的他们要演的角色呢，就是一个很 sub 楼 ，OK， 哦 ，OK， 就是色眯眯的，对，色眯眯的。然后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演技啊，都挺符合的，所以我看到，哎，没想到这不用教都很会演。感谢歌迷朋友，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呢，没有你们的支持呢，我也不可能一年发3张专辑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那我很荣幸得到这个 MCO 的时期呢，大家呢都在直播室呢默默的支持我 ，OK， 然后也要感谢公司对我的信任，那公司才有这个能力继续的支持我在发专辑。那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全新的一年，我们有在构思，在想着怎么样做。下来，我们应该还会有新东西出来，希望大家拭目以待。祝大家好事样样来！